哎呦，脑袋！俺老孙正等着呢。现在英雄联盟有可能会掉线儿，可别掉线儿啊！千万别掉线儿，掉线儿就坏了。全军出击！出来了。这上路是个什么玩意儿了？阿卡丽吗？不是剑姬儿啊！哎呦天哪，中单剑姬儿。中单剑姬儿比较难办啊，没带魔抗啊。也不早说，你说。33，这位置不太好 eat， 先收三个兵吧。哎，他先把这个被动给用了，我们再上去锤他，知道吗？先给他锤一半血，一 A 平 A 套点烟。我说了啊，3分钟之内先拿他个一血。下波传送过来，5分钟再拿一个。我用我100%的实力跟这帮小子打一把，还是随随便便，敢敢干干。拿一个耀光，出门。我这摄像头挡住东西了，好像。小点啊！好的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弹幕就不看了啊！别急啊，先升个三。一 A A W， 烟儿放了，谁？蜘蛛来了。蜘蛛也没来呀。来帮你来，往这边走来，老母鸡，二师弟。死 ，nice！ 只不过这人头不是我的呀。一 A 打吧，溜走了，不打了，慢慢打吧你。都你不行。A 滑不溜吃饼干儿，哎呦我去！如果我能遇到他的话，他这波就死了。算了，不追了，反正他有闪，也就是我闪他闪不合适，闪现换他闪现不合适，不换了。有些悬呢，这阿卡丽这英雄吧，他不好杀，你知道。这玩意儿愣老跑，俺老孙正等着呢。给一波，干啥呀？我还打上了，还显示一下技能消耗。
敢问问土地老二？这样吧，这样伤害能高一点，出那红宝石伤害太低了。这波我决定去讨后断他线儿。有妖气！不灵啊！哎呀，他出来的好快呀、啊！勾一下，33刀。兵他都不补，你补刀啊？你不补刀那能行吗？这就是他们的本事。药还挺多，过来补车。下波我要杀你了，差不多能杀你。哇哩护哨，哎呀。蜘蛛挺烦人呢，这都能遇到吧？没事，你起飞吧。哎，再见，征服者蜘蛛！哎呦我，征服者蜘蛛，无敌了！我就感觉这晚上的人比早上的人难杀呀，我这半天才杀俩，不好杀呀，挺难杀。阿卡丽，还打呀 ？EAAQ， 漂亮，阿卡丽啊！这波阿卡丽死的好，我跟你们，这波死完以后他可炸了。
这波死完以后，他可咋了？他去下路去，挺好啊。吹不了 Q。推完线，这波我们就打个峡谷先锋。嗯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要想推塔推得快，还得峡谷玩点赖，打个先锋。先看看有没有眼，这一会儿给打攻了就完了。烦人呢，我发现。啊，你挺膈应人呢，这是。这也没有眼儿啊。我靠！哎，怎么人这么多呀？走来。给我整个武术还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。Shut down。孩子去吧。这杰拉干啥呢？还好这腰筋儿啊，没啥技能。他干啥呢？这是啥意思呢？拉倒吧，就非得就得烧一下子，就非得，我他妈的，我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我发现啊，这妖精，我是真是给你点面子了，你就非得来我这烧一下呢？我猴妹妹真是给你面子了，我发现。个老妖精儿，老妖精儿，红妹妹能温柔一点吗？好的。Shut down。我几招。嚯！杀了，杀了，那能行吗？干啥呢？哎呦啊！杀漏了。打个红去吧，去下路赶赶赶赶，现几点了？10:02。应该全死了吧？这我就不去了啊。谢谢我的老母君，我眼睛刺挠咋整啊？啊？眼睛刺挠咋办啊？我帮你拍一拍。算了，不擦了。谢谢蓝莲汉粉丝的火箭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，嗯、啊。
谢谢蓝莲和粉丝，我到了。个老蜘蛛，放他走蜘蛛。蜘蛛找我打，来蜘蛛，这人手一个傻漏是吧？还玩不玩了？人有点多啊，先撤一手。来跳弹右边。别让他打弱点啊！打不溜，跳弹 ，D A Q， 技能还真是有点多。哎，这怎么练着我的？那妖精跑肯定是跑不掉了，兄弟们，打吧！卢仙呢？哎呀，这傻漏太多了，我操！他们家三个傻漏。打一个傻漏一个，打一个傻漏一个，哎呦天哪，我真是吐了。W 刚才不吸地了吗？这把还意外的难打呢，我一看。来个影魔刀吧，啊，来个影魔刀。往这儿走，来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往这儿走，这波能全杀。这波还可以啊。全杀费点劲。哎呀，这人这个多呀，杀不完呢，怎他们家剑姬吧，物理伤害，杀一个两个不行，还得杀三个，还得杀四个。哎呦，漂亮！还好我们家老母驹它比较的幼啊，这剑姬太烦了，剑姬要是个 AP 的还行，剑姬 AD 的吧。来把这打了，打完以后把中推了，最终呢，先把妖精剑姬杀了。哎呦我这杀漏这个多呀，能减速着吗？哎，烦死了，推中吧。漂亮！等一会儿啊，等我回大家，我先把大影魔刀除了。还有十分钟呢，要不我十点二十啊，是吧？行。八分钟吧，解决战斗，跟我中推一起，啊！我这波拿个红，俺们中推一波。
再把他对一手吧，略微有点问题，不属于太正常的人，尤其是这杰拉。来，那杰拉人呢？没让他滚呗。没有人呢，先把剑姬收了吧，看看能不能。哎呦我这顿穿呢，几个人呢？还剩几个呀？你俩可打不过我。那可打不过我，还有你。哎，我跟你们玩游戏累死了吗？四五个金身。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打一个顶一个，打一个顶一个。谢谢热水，真的很好喝。拿呀，回家来，继续中推，速度，我没枉费了。等个春哥啊。等个春哥，十秒钟。下件装备，咱们来个黑切或者是青云，先整个春哥出来，稳健一点。来，这给我打大龙，给我打大龙。这家伙。好，北速两个，我打龙，别别扛，要那老母鸡扛。来个塞瑞尔达的怨恨，直接中推来，很有可能能给对面一波啊，非常有可能，赶紧中，快点速度，别着急啊，越急越晚，别急，千万别急，等一下这老母鸡开打，我操，哎，金身加沙漏，先杀他们家剑姬啊，杀完剑姬杀的蜘蛛，哪来的 ADP， 中推呀，中推中推，速度，
到了哦。嗯，继续继续继续，别着急啊、哦，继续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越急这越推不下来，知道吧？但是这波可以打，走吧，推下路去，走，别着急啊，越急越不行，越急越推不下来，得稍微不是那么特别急，但是又很能最快的速度给对面推下来。还有几分钟啊？还六分钟可以结束，差不多六分钟应该完事，还几个人啊？不对，可以可以穿一下，两分钟穿一下，怎么都死了？都死了，不行。兄弟们，现在有个问题，时间好像不够了，该怎么办？好像这把没有35分钟推不下来。挂一会儿，一会儿重连呢，那能行吗？快来呀！能不能快点过来呀？这劫也不来，这劫往这儿往后边拖来。这全是金身，漂亮。哎，漂亮，有机会一波啊！妖精儿没红 buff， nice， 拿下了！快点推，快点推，快点推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哦，不行了。我不赢了，我不赢了！快点，快点！快快拿下，拿下！快赶紧拿下！哎呀，拿下！赶紧拿下！是不是得进 YY 了呀？那是不是得进那个腾讯会议了呀？一会儿的。赶紧赶紧！准备一下啊！准备一下。嗯。